小伙伴们，我们小卖部这里啊，荣耀十八弹终于到货了啊！刚刚呢，我花180块钱买了一整盒啊，未拆封过的。走，我们现在给小牙同学开一下。小牙同学，你那个阳了以后，现在精神状态怎么样？哎，老爸啊，今天是我阳的那个第四天了，我精神状态已经非常好了，你看。这样子是吧？啊，那咱们今天来开的卡片怎么样？啊，开啥呀？荣耀十八弹。嚯！荣耀十八弹这么快就有了？对，拿去。好的。小宝宝，没想到我们这里的荣耀十八弹这么快就已经有了。这个荣耀十八弹最稀有啊，能开出那个雷古洛斯的 BCR 卡，那个是最稀有的。雷古洛斯吗？对。还是雷杰多？啊，雷杰多。嘿，你瞎说的，乱说话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嗯，来吧，开拆。嗯，没拆封过的，来，这里有。两边凹一下嘛就行了嘛。来，你要开几包呢？我开10包。啊，你挑一下吧，这边，我帮你挑几包，这里3包，左边的4包怎么样？然后这边的也3包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来，就开这10包吧。来，第1包。第一包，这什么？哎，阿斯特拉的一张 HR。阿斯特拉？嗯。来看一下。HR。HR 卡，哎呀 ，HR 卡没啥用。这个是德凯的一张 UR 卡，这个还可以的。嗯，好，可以，大宝剑。蛮好看的啊，来看一下这一包。来 ，HR 这是一个怪兽 ，HR 的怪兽 ，LGR 一张金卡，那个斯特斯没啥用，没啥用。来第3包，我雷古洛斯出了，哎，出了一张雷古洛斯 ，BCR 吗？不是 BCR。来看一下这包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很帅。嗯，这张还可以的，这张还可以。来看一下那个呢？哎呀 ，AOGR 的，尼古拉斯啊，那不行。来看一下这包。这是啥？怪兽，这个呢？这也是一个乌鸦。也没用。来，继续来，这包可能会出 BCR 了哦。如果不是 BCR， 就是那个的。一加的。啊？一加的。那么就 SHR。还有一张 EO 啊。嗯。一加。一加，哎呀，太坑了，太坑了。这个字很难，没人能打出来。看一下这包。一加。嗯？一加的一张。又是一加。嗯。那还是没有 BCR 呀。EO 啊。嗯。保佑最后一包出 BCR， 会不会出啊？哎呦，啊，什么呀 U 啊，这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哎，太坑了！要不再给你抽2包？可以。Later， 好，就看这2包了。不可能连这 BCR 都不会出吧？连这 SHR 也不会出吧？啊？迪迦的 HR， 这啥 LGR 这不行？这个还可以。哎呀，我去，迪迦的，最后一包嘞。哎呀，这包开了就了呀，我的天哪！哎 ，SHR， SHR 有一张，哎呀，那 BCR 没开出来，看一下是什么？这个好一点，哇，林家的我，我是狗哎！这个好，这还带金丝的吧？这不是，这不是烫金的。嗯，可以，林家的 SHR， 可以，那也是赚了啊。嗯，好，收入你的卡数吧，啊。也总算开出一张好卡了。